嗨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怎么感觉我今天的眉毛奇奇怪怪的？奇奇怪怪。晚上好。直播一下，直播一会儿，直播一小会儿。打王者，我不打了，不行吗？我就不能休息一下吗？是不是今天的眉毛怎么如此的就是感觉奇奇怪怪，算了，就这样，反正问你们，你们也看不出来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出来，你们看不出我的区别。你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再画一画，我还是能看出区别来的。怎么回事？今天的眉毛很不满意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样看又感觉没有什么区别，真的好生气了。让我看看有谁在直播。哦，小树在说，谢谢红包，就是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的刘海长长。现在像两颗龙须一样挂在这里，谢谢虎娃娃，涂涂口红吧。谢谢金吊坠，谢谢红包。看点什么呢？算了，一会儿再看。冬奥会不看，我连奥运会都不看。我对体育项目没有什么兴趣。看我今天穿了我的猫猫睡衣，在抖音上面买的。
我累了，我现在看不得我这根眉毛。今天4号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7号我就要回中心去了。要上班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的假期和我的工作日没有什么区别。我的假期只不过是没有公演吧，我觉得毫无区别。毫无区别。不用排练，确实不用排练。好，导演就你们看，它好长。怎么办？人家说正月不可以剪头，正月剪头的话要死舅舅的。你们有没有舅舅？红包，别提红包了，我都没有多少红包。没有人给我红包，他们都觉得我是一个大人了，都没有人想要给我红包。我觉得很失望。谢谢红包。微信半年没有人给我发红包，只有我的姨姥姥给我发了1000块的红包，我还跟她推拉了一阵，我跟她说不用了，我已经长大了，然后我又给她退回去了。她说这是我的心意，你收下吧。她又给我发过来吧，发过来了，然后我就收下了。我说好吧，谢谢。推拉了一下。最后还是说，不会不给我的，因为我的姨姥姥每次都给我红包。所以我才敢给他退回去。你没有红包是因为你已经长大，你是一个大人，所以也没有人给你红包。
你的红包被家长搜刮走，怎么会呢？谢谢荧光棒，你已经是一个半大不小的人了，你的红包为什么被家长拿走？元宵节是什么时候？元宵节，谢谢巧克力。正月十五是元宵节，哦。反正一切不放假的节日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所有的节日都不放假，只有春节放假，所以只有春节跟我有关系。对，甚至有些节日我们还要搞特殊公演。过年放烟花？没有放烟花，连烟花到哪里买都不知道。但我已经过了很期待放烟花的时候了。小的时候是真的很喜欢放烟花，但是长大了，慢慢的就没有那么期待了。鞭炮被鞭炮炸过，我才没有被鞭炮炸过。因为最近我都没有说话，所以就不是很习惯说话。我每天说的话都很少的，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话。谢谢胡娃娃。我的妆好淡哦。我打游戏为什么要开麦骂队友？我骂他们有用吗？为什么要骂队友？我打游戏只会教育队友，不会骂队友。打上王者了没有？还差一颗、两颗、三颗星吧？还差三颗星，还是两颗星？忘记了，当时不敢打，我觉得我再打，哎，我再打就要输了。今天在我旁边上蹿下跳，好讨厌。16连败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你说要是几连败的话，可以说是王者的问题。你这16连败应该是自己的问题了吧？看冬奥会，我不行，我没有什么兴趣。
晚上好，让我想想晚上吃什么，看看外卖哈。我不想再自己做饭吃。但是我买了十包螺蛳粉，还没有煮呢。买了十包螺蛳粉吃。谢谢，我就叫喂喂喂的舞狮，谢谢。哒哒哒哒哒。哼哼哼。对，这个特效就是很长，比夜蝶还长。唉，算了，一会儿我还是要煮个螺蛳粉吃，不要浪费了，买了十包这么多。给你们搞吃播，是啊，我直播煮什么螺蛳粉？我把你们放在哪里？把你们放在锅里吗？乡村爱情都出到14，乡村爱情都出到第14季了，友友们，好长的电视剧啊，真的有人从头看到尾吗？真的好厉害。不要浪费我今天的妆容，我一会儿要拍个抖音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只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我通常拍抖音，我都嫌那个拍出来的不好看，就不会发。恰好不会和今天一起拍，我确实不会和今天一起拍，因为今天上镜很丑。谢谢艳遇的虎虎生风，谢谢艳遇。这个口红的颜色真的好浅，涂上都没有。都没有颜色的，吐出来。跟你们说一件很无语的事，刚刚量了一下体重，我减了5天的肥啊，根本就没有40。根本就没有瘦，
他比我平时重了一点。是我每天睡觉的原因吗？睡觉才不会瘦呢，睡觉怎么会瘦呢？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秤有问题，这个体重秤有问题。明明我的脸瘦，是因为我每天掐我这个脸，我可以掂量出它上面大概有多少肉。我现在觉得肉已经没有那么多了。所以肯定是秤坏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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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谢谢南将的舞狮，谢谢南将。我要把刘海留到下巴这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的脸挡住。你们看，头发很挡脸的。我搞出来一撮撮给你们见识一下，看到没有？把脸挡住就感觉脸只有一丢丢。我的脸。喝水，多喝点水。看我的老虎水，哈哈，嘿嘿。什么时候吃饭是个好问题。什么时候吃饭呢？8点钟吃饭，8点钟去吃饭。我就在直播里。要是中西有一个厨房可以做饭的话，我肯定会生活得很健康。可是中西不可以做饭。我倒也不至于每天跑到食堂去做饭吧。食堂的菜，食堂的菜就是口味我不喜欢。
就是讲不来。南方人可能会喜欢一些。我每次去食堂就是喂饱我自己。嘟嘟嘟嘟嘟。我一会儿打算买个误杀，在电视上看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，悠悠。我觉得我的假期就像一场梦，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北方人不是都很爱吃面？你知道北方有多少人吗？你知道中国的北方有多少人？中国的北方有多少地方？而且说实话，现在在每一个地区吃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差不多的。笑死了，我每天就在抖音上面看，每天在抖音上面看北方人说北方更冷，然后南方人说南方更冷，然后他们就经常在那个抖音的评论区里吵起来。就是能因为这个事情吵起来，我觉得好好笑。屋子里当然是南方冷了，因为南方没有暖气啊。这甜咸豆腐脑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炒的，你喜欢吃甜的就吃甜的，你喜欢吃咸的就吃咸的嘛。喜羊羊和懒羊羊粉丝是怎么炒起来的？而且还有那个，就是美羊羊，他们现在抖音上面就经常那个发美羊羊，说美羊羊其实是一个绿茶羊，然后底下人就说不要诋毁美羊羊，现在诋毁茶话美羊羊已经是流量密码了嘛，然后底下又吵起来。什么？就是说懒羊羊本来是主角，谁跟你说的？谁跟你说懒羊羊本来是主角的？那为什么叫？那显而易见，我们喜羊羊就是唯一男主角呀。你这个行为就像说啊，那个。你这个行为就像是拿河里举个例子好吧，卢天慧，据说卢天慧本来应该是 top 16的，
你这是听谁说的呢？对吧？你这不要因为喜欢懒羊羊而没有，不要因为喜欢懒羊羊而胡作非为。而且说我们沸羊羊傻大个儿，你怎么能人身攻击沸羊羊呢？你为什么要人身攻击沸羊羊？啊？谢谢奶茶。沸羊羊黑怎么了？沸羊羊作为一只羊。他黑也不行吗？晚上好。真的是，他作为一只黑羊，他不能当一只黑羊了。而且，这个喜羊羊。哎，这个喜羊羊，这个剧叫什么来着？叫《喜羊羊历险记》吗？叫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？是不是叫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？你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？那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这喜羊羊肯定是我们的唯一男主角。灰太狼也是男主，但是他是反派男一，而且说他的戏份比喜羊羊少太多了，所以他是反派男一。他戏份不少吗？他，你们觉得他戏份多，是因为他那个没有被分流，知道吧？因为羊村里有那么多羊，这个羊占一点戏份，那个羊占一点戏份，这个你不能拿喜羊羊的戏份和灰太狼戏份比，是因为这个灰太狼，他只有他和他老婆这么几个狼，那羊这么多，羊之间瓜分这个镜头就被羊们分完了。算了，为什么要跟你们说喜羊羊灰太狼呢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小的时候也不经常看喜羊羊与灰太狼的。我看什么？我看看动漫。我看《守护甜心》。天线宝宝我也不怎么看，但是我会看那个花园宝宝。守护甜心，我喜欢那个唱歌的女二，我喜欢唱歌的女二和那个黑猫。和他哥哥，唱歌的女儿和他哥哥，啊，你们都没看过，哼，你们居然没看过《守护甜心
我看过，但是我就没仔细看，只是有的时候电视上会放，然后我就跟着看。海尔兄弟和舒克贝塔我是真的没看过，我看过那个葫芦娃与七个葫芦娃，叫什么来着，葫芦娃与爷爷，葫芦娃和爷爷，忘记了。哦，我还看那个《欢天喜地七仙女》。还看了欢天喜地七仙女，就是电视剧啊，谁说我只看动画片了？徐峥是猪，那个是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，那个我没看过，我只看《欢天喜地七仙女》。我最喜欢青色的那个仙女。梁山伯与祝英台，那我也没看过。但是有一个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漫画，动漫、动画非常好看，但是现在很难搜到，是香港动画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我看过好多好多好多遍。圣少女是什么？没看过，麦兜也没看过，神兵小将看过但忘了，数码宝贝没看过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好困，才7:30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会做什么梦。我觉得我每天做的梦都非常精彩，都可以拍成电视剧，就叫卢天慧的梦。梦到你们，我从来都没有梦到过这个叫什么我很少梦到关于直播啊，然后公演啊之类的事情，很少梦的。
有个人追着我要结婚，我赶紧跑，我忘记了，是我吗？我梦到过这个？是我。晚上好。人家都说，梦可能是别的时空你正在发生的事，但是我从来不相信，因为我的梦都太精彩了，太刺激了。而且昨天真的是把我吓到，就是我睡觉之前我还想今天可千万不要做噩梦，结果还是做了噩梦。我也不算是记得很清楚了，是因为就是比较精彩的、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我才能记起来。而且有的时候我要想一会儿才能记得起来，有很多其实我都忘记了，就是零零碎碎的，但是已经组织不起来，就不知道怎么说。电视上有一只小狗，嘿嘿。我和那个狂魔，你真的，我怎么可能好磕呢？我在梦里都差点被他杀死，怎么可能好磕呢？梦中梦，好厉害！什么爱情故事？哪里来的爱情呢？一个杀人魔，哪里来的爱情呢？就是，真的把我吓死了。而且那个，因为我睡之前在听《盗墓笔记》，我在听《盗墓笔记》的那个什么《蛇藻鬼城》那一部。就是说，那个鬼城，就是说，总是有雾，有那种毒雾。然后呢，我在梦里就梦见起雾，我在那个雾里找我失散的伙伴，找不到。然后就看见前面一个朦朦胧胧的影子在那里，就是很诡异，他的姿势也很诡异，就是人就在那里。很扭曲，然后我就走过去，就看到那个杀人魔在捅他的肚子，我都能看到，哦哟，捅他的肚子，谢谢虎娃娃，真的好吓人呢。好喜欢，好喜欢你。那祝你能梦到，祝你能梦到。我每天都听《盗墓笔记》，我已经听了很久了，因为我睡不着觉，我只能听着《盗墓笔记》，听半个小时我就睡着。我已经听到第四部了。我听《盗墓笔记》睡得很香甜。而且《盗墓笔记》可以听很久呀，它一共有好多好多好多，我觉得我可以听一年。我睡醒了，不记得听到哪里，我只记得我睡之前，就是睡着之前有印象的地方，然后我再把它调回去。嘟嘟嘟嘟嘟。
盗墓笔记》，因为它有些，你像这种电影，你的脑海里肯定有你自己听它描述出来，然后你会自己想象出一种。但是拍出来的话，就可能实现不了你脑海中的想法，所以就有可能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但是真的好吓人啊！不过我每天很期待我自己做梦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梦都好有意思。对，做梦像历险。我现在已经可以在梦里跑起来了。我小的时候做梦，就是在梦里跑动不起来。你们有那种感觉吗？就是在梦里没有办法跑步，一跑步就感觉腿非常沉重，就像是被地粘住了一样，就是跑不了。那不是鬼压床。鬼压床和我睡觉梦里的时候跑不了步有什么关系？反正就是这样。今天没有压着我睡，我把今天关在门外的。他不可以跟我一起睡觉，因为他睡觉太不老实。我睡觉的时候，他又不睡觉，他在旁边走来走去，跳来跳去。哒哒哒哒哒。他现在就在睡觉，你看我直播的时候他就睡觉，然后等我睡觉的时候他就吵吵闹闹。谢谢林深的虎虎生风，谢谢林深。我不知道他几点醒。我不想抱他，因为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一直抱着他，我脸这边被他打的地方都长痘痘，很痒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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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无聊哦！我看冬奥会。我就是打太久的王者，我才会来直一会播。
明天买一个染发膏吧，把我的头发染一下，把我的头发染成一个颜色。考虑一下染什么颜色。肯定就是棕。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颜色，要不然怎么说染成一个颜色？自己不好染，但是我的技术已经很过关，我是一个染发大师。因为之前留浅色头发的时候，3天2头就要自己染头发。1个月染一次，那倒也没有。我还真的很有想法，想把头发染成浅色的。但是，以我的经验，我之前每次一染成浅色的，就有活儿干，然后又要把我染成黑的。现在根本就不敢把它给染成浅。没活了就染一下，我染一次头发，就是说这个头发重新搞一次。得不偿失。染一次浅色不是很贵，是染浅色，它是假发。它染浅色之后再染黑，然后这个头发基本就废掉了，就是说它的发质根本就不可以，就要换新的头发。染点发胶，我上次已经，我记一有一次染的是就是里面这一层，就是染了几根而已，你们记得吗？去年总选那段时间嘛，就染了一点点挑染，刚染完没几天，半个月都不到吧，染了半个月，然后又给染黑了。看来浅头发忘我，但是我好心痛，我舍不得。我还想说，我这个头发，希望它再坚持1个月，等下个月税退下来了之后，就可以换一头。可是浅色颜色的头发真的很难打理，稍微短一点还好，那掉色了就重新染染新的颜色。我这么长的头发，用那种泡泡染发剂要用3瓶，就是染一次要用3瓶。
显色，而且就几乎是我们平时要做造型的话，它更不锁色。就是经常用那种卷发棒来做造型，然后卷发棒的温度就很高，它会把颜色烫掉，就让你的头发变得更黄。所以几乎半个月都留不到，大概一周颜色就几乎要掉完了。就是浅色很难打理。不用卷发棒，怎么可能？要上公演的呀，深色头发确实比较省心省力。发质会很差呀，但是我这个接的头发无所谓了，反正它也是假发，我只是觉得很麻烦。哇，48分，真是一个吉利的数字。我要下播了，我要去做螺蛳粉吃。跟我说再见，拜拜。谢谢麻将的拜年，谢谢。改天再直播，拜拜。